阿童木机器人制造商，晨兴天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，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成立于2013年1月，由天大和北航技术团队发起，是国内领先的并联机器人制造商。阿童木机器人15年技术积淀，5年产业深耕，打造全系列并联机器人。 钻石系列，针对轻型物料的平面搬运和装配作业需求，量身打造的二自由度高速并联机器人，无需配备视觉，依靠传感器定位完成平面作业。钻石 Plus 系列，针对高速重载搬运作业需求，创新提出双并联完美解决方案。 采用双并联串接结构，负载高达40千克，可实现长范围整排物料同时吸取，综合作业效率达1万PP每小时。金刚系列，经典高速并联机器人构型，具有三维空间 XYZ  平动和 绕Z 轴旋转的功能特点。 通过搭配高精度机器视觉系统，完成生产环节、装上轻小散乱物料的快速分拣、包装、装箱、装配等作业，完美替代现场工人的大量重复繁重劳动。模块化设计可轻松集成到机械设备及生产线中，适用于袋装食品药品、盒装食品药品等众多品类，广泛应用于高速分拣和包装领域。 闪电系列采用独特的双动平台结构，以全并联的形式达到三维平动和角度摆放的最高水准，运行更稳定，角度更精准，清洗更便利，适用于各类食品、电子等轻小散乱物料的分拣和搬运。阿童木机器人聚焦于行业的标杆客户，用于制药行业，装机量超100台。 乳品行业装机量超40条，日化行业装机量超60条，食品行业装机量超200台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将年利润的30%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和核心技术的更新。各项攻坚和成果均来源于我们高水平科研团队成员，团队硕士以上学历30名，博士5名。 我们基于 PC x86加 Linux 开发的控制系统，引入轨迹优化算法和抑制振动技术，已取得发明专利37项，实用新型22项，软件著作权5个，获得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授权 CE 和 CR 认证。 产品严格执行24项质检标准，引入云端进销存系统 ，OA 无纸化办公系统、云数据存储等数据管理系统，确保每一道环节可把控，每一道流程可追溯，确保每一批零部件的高标验收与出库，建立了完善的售前服务体系和售后保障体系。目前拥有天津、苏州、深圳3大售后保障中心。 确保24小时内直达客户现场，5年深入一线，构建完备的案例大数据支持，全方位提升产品服务力量。阿童木机器人专注并联15年。